如果说我们只用一支来弄，说真的哈，不过瘾。再贴一个，再加强一个。来，加强之前，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先做干净，去油，把油去一去，用酒精去干净。因为这些东西射出成型的时候呢，脱模的时候都会有溶剂。那么你不把它弄干净的时候，这个粘会粘得不好，好，会粘得不够力。那么就是要去油，那么把这些酒精这些湿湿的地方呢，给它回回。你们粘这种东西哈，都是没有做酒精，所以它粘都不牢固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把它固定起来，对准这条线，好，就是对准这条线就对了。因为我之前粘超过之后，它会掉下来，因为要去拍状教，这一颗真的是不够，这样就去状教去弄丢。那你不要晚上对着人拍哦，你俩遇到八加九，他一拳就给你木下去了，因为这样子拍的时候路全部都不见了。你自己不要对着自己这样拍，晚上会看不到路，你就真的会摔车。好，这边好，这是拍自己，好拍别人，那这是拍别人哈，再来拍，当他转向的时候，我们就转向拍自己。这是为了 PK3 特别开发特调的 LED 灯。